首先为您介绍的是这个年菜系列里面的巨星，也就是盆满钵满。盆满钵满呢，是由凤城的老师傅呢所精心秘制熬煮的浓汤，再加上了溏心鲍鱼、海参、冬菇、蚝豉、干瑶柱、肥鸡、烧鸭、鱼蛋以及法菜、萝卜、猪皮，老人家吃了会有常年菜的这一个少菜。凤城的盆满钵满呢，在凤城的12家分店您都可以预定。那么做生意的人在过年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吃的就是财通四海。财通四海的这个食材，也就是大排螃蟹，而这个加肥乌润呢，也就是蟹肉鱼肚根，老少平安是贺龙豆腐，巴厘岛的鳕鱼既香又嫩，非常的可口。每一个这个蟹呢，都是这样张开了大口。这一道菜叫做笑口常开。凤城的新加坡椰子糖年糕呢，是全部是手工来精炼的，还有一款呢是富有干贝的萝卜糕，还有呢是这一款芋头糕。凤城非常贴心所为您准备的凤城年糕礼券，我相信是最好的首选了。赶快拨打荧幕上的电话，现在就来预购。凤城也祝福您在来年能够新春发财，年年如意。